为啥只有一只兔子啊？好孤单。两只。哪儿？他手是很短，我手长一点。有一句话是不是曾说过？士别三日，当刮目相看。老实说，事隔几年，我来吃油兔头，我真的有一种不敢相认的感觉。你没发现他装修的富丽堂皇吗？就再也不是我印象中的那个苍蝇馆子了，就有点不敢进去。而且这只兔子，它还有了代言人。他居然不请你？对，代言。我们今天还是去吃老三样吧，这兔头、串串、串腰。三连。你要是把这个兔头知道了，你是你来。这兔头你发现什么没有？下面小馒头。哎呀，旺仔小，旺仔小馒头。所以你们觉得像，很久不见面的朋友，第一句话问候他应该说什么？吃了吗？胖了？不是，这现在你拿多少钱一个月？不是，我要问他，你还是那么好吃吗？你打我两下，你下不去手；你骂我两句，你张不开嘴。他这个手套好薄啊！不为啥子要点他，是因为他真的就是抓钱手，是点个鸡脚脚多挣钱。但他拿着黑钱。你怎么那么多歪理邪说啊？我说这个才是正儿八经的张宗宝，看到没有？是这个，哎，他是不是在跟踪我？他是不是在跟踪我？你们跟我说，你们跟我说。他看我吗？他在看我吗？想多了。他绝对跟踪我，我跟你说。开始了。哇！谢谢。味嘣嘣的胶质，它真的看起来好吃。它这个鸡爪卤香味很浓，然后回口有辣味，卤香加辣香，然后很肥很糯的鸡爪，感觉好适合下酒哦，感觉好适合下酒哦，感觉好适合下酒哦。不可能给你点酒，干嘛？长痘还不能喝酒？很好的案子。我们来吃一下他们家兔头。我虽然几年没来了，但是我对他们家兔头最大的印象就是它非常的酥软，掰开的时候没有任何阻力。来，我给大家演示一下，轻轻一撕它就开了，没有任何阻力，非常的顺。芝麻跟花生的香味真的是这块爽歪歪，舌头那个部分一整块肉，哇，好软好软。就是用它用现成的调料拌一下之后，就拥有了两种不同的风情，一种是五香，一种是麻辣。刚才每一位观众朋友提了一个非常精彩的问题，说这个兔子洗不洗舌头？来 ，PP 专业给大家解答一下。煮之前，就是生的那个兔子，它是会经过刷牙、刷舌苔，然后剪掉多余的那些腺体啊、淋巴啊什么的，清理干净，然后才会卤。后脑勺你不需要咬，轻轻一扳就开了。挠会儿，我把疼出来了，太软了。被蚊子咬了，我们再来吃一下麻辣的吧。哦，好可惜，有一个舌头跑了。来，再给你们示范一下哈，看一下它剥的轻松的程度，像开盖子一样，看到没有？轻轻的把脸上的肉我把它取下来了。蘸的时候你要加一点花生，麻辣甜香，还很软。麻辣甜香的味道是主要的，然后你还吃得到那个花生、芝麻的那个坚果香气，整个感觉就是。整个感觉就是你吃到嘴巴里面，它那个肉就是又软又香，嚼起来你觉得很顺口，而且它软烂的那个瘦肉纤维还非常的吸料，就吃起来那个重口味会加倍。就再次吃到油兔头之后，我又想感叹一句，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就你平时如果你啃到那种很难啃的兔头，你真的觉得那肉啊好难取下来哦，感觉吃不过兔头，有三个兔头的热量都先消耗掉了。但是吃油兔头，你根本没有后顾之忧，你吃十个兔头就是十个兔头的热量全部长在身上，一分都不会浪费。这讲你们懂吗？我们吃一下他们这个干拌串串，这是一个组合，内脏组合，鸭心、鸭肠，还有什么菌霸。它跟你看到的一样，它又油又辣，
这个油香到你从口腔到喉头都是这个油的香味，简直是浓惨了。所有的内脏都卤得非常软，再经过干拌，那简直是销魂的口感加上销魂的味道。它的调味比起麻辣的兔头来说，甜味没有那么重，但是麻辣味非常重，而且麻辣两种味道很平衡，不是说只有辣。这盘菜应该不需要我介绍吧，它长得就是一副干拌菜的样子，浑身上下裹满了干的海椒面，它名字叫干拌土腰。但是这一颗土腰为什么这么不合群呢？这颗土腰长得比其他土腰大了三倍。来，我们对比一下，这兔子身体也好哎。它兔腰不是嫩的那种哎，不是你咬下去它就会爆浆的兔腰，它属于是很本分的兔腰，它就是作为一个内脏很本分的存在，就吃起来里面是粉的。我们咬开这个大的吧，粉的，它真的好大哦！这兔子身也太好了吧，看起来辣椒面裹了很多，但实际上没有这个拌串串的那个味道辣，是直击你味蕾的干辣，非常的刺激，但是不会过辣。重点是这个兔腰里面卤香味很重，它本身是入味的，所以很好吃。事隔多年未见，又再吃到油兔头啊，我真的觉得好感动呀，还是之前那个味道。他们家人均是56，就是除了招牌的几样之外，他现在加了一些家常菜啊，一些江湖菜，一些炒菜，当然如果有瓶酒就更棒了。心虚，别人接话就很心虚。我要提醒一下大家，油兔头真的是非常适合宵夜呀，然后下酒呀什么的，但是呢，如果你要坐外面就是享受这种肆意的夏日微风，请一定要带驱蚊液好吗？看嘛，这个痘痘都是他熬的。